哋咧喺今年嘅主題咧就叫我們的時代責任啦。咁我好希望咧呢個責任咧係真係能夠實踐於每一個運動裏邊，喺每一個企業當中。我想啱啱立到咧，其實呢度已經一個好好嘅解釋咩叫社會企業。創新的方法去回應社會問題。我哋職神咧係專門幫人揾臨時工嘅。讀緊書嗰陣時發現咧，原來好多人咧係需要啲臨時工去幫補家計。咁我哋嘅 Start on Stage 咧，其實係 provide 一啲 service 咧，俾一啲特殊學習需要嘅小朋友嘅，令到呢啲小朋友可以有一個同樣平等嘅機會，俾呢個社會嘅人士發現佢哋嘅能力。咁我哋總結嚟講啦，就點咗票。最多人表示關注的社會議題的第一名咧，就係貧窮問題，係佔59.43%。咁第二位咧，就係長者問題啦，就係44.41%嘅。